好，祖生生，辞旧岁，我古轩天迎新春。今天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市民朋友们以及我们远道而来的游客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下午好。这边的朋友，下午好，好。由天河区委区政府主办的2019天河迎春花市。 已经于今天上午正式开始，为了给今天的花市营造更好的节日气氛，我们天河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属下的天河区文化馆今天在这里为大家准备了一台《古乐齐鸣耀天河花市嘉年华惠民晚演出》。刚刚大家欣赏到的这首正式人气的古乐叫做《古韵龙腾》。 他的演奏者是来自山西的绛州古乐团，我想在这里和大家特别介绍一下这个古乐团。